你看，还有那么多东西呢，这里面藏的，什么呀？哇哦，变！画个圈圈诅咒你，变！变帅，变美，变温柔，变可爱。你看，这有好多口红啊！我就这么好骗吗？一个玩具就让我像个神经病一样。你戏多好。找到什么了？那些两只手都数不过来的前男友们。哎，你这。你的笑容感觉，这是谁的呀？人家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哪轮到你一个妖怪来反对我？这是白的，那所以他说的历届男友表是谁？是那个谁的？谈恋爱的？对啊。再来一题，你居然是谈恋爱的前男友啊？有这段记忆吗？再来一题，我给你念一下你的特点，你再决定你承不承认啊？高学历。听说技术很好，嗯，什么技术？什么技术？不知道呀。继续。身高1.85米，这是确定的吗？那不是我，对不起，搞错了。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哎，你帮我开一下这个。我才不帮你开嘞，我还想要人帮我开嘞。你帮我开一下这个。你帮我开一下这个行吗？完了。Good.